天凌晨之类的，有时候累了嘛，带狗狗去跑一圈、转一圈，然后就在我床腿边睡觉嘛，几个狗就趴在我床腿边睡觉，就每天的陪伴我，把它们当自己小孩子一样嘛，就是感觉就是不会照顾自己小孩子，然后可能需要自己的照顾。 后来很多人觉得狗狗热，我就给它加了一个空调。很多人觉得用空调就不可思议嘛，然后那段视频就火了，然后不停的人来找我提意见，狗狗缺什么，狗狗缺什么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挺有道理的，然后也花不了多少钱，每次更新都没花多少钱，一两千块钱，然后累积到现在。 现在狗窝的生活必备品全部都齐了嘛，然后地方也大，然后它每天都可以撒欢的跑，就是生活肯定比以前更丰富。这都是爸爸给我买的怪兽。哇，这么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妈，你觉得幸福吗？ 当然幸福了，我有两个大孙子，儿子又给我买了个大房子。我把狗窝做的差不多了，基本就不做了。如果有什么更适合他们的东西，比现在好的话，我肯定会去尝试。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养猫的嘛，然后我也就准备以后再把另一个院子养只猫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顺便做个小猫窝吧。